历史真实旧照，图一线线公主美貌登峰造极，图三英国女王高贵典雅，线线公主奥地利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妻子，奥地利皇后和匈牙利王后。她是如此的美貌，迷人而高贵，纯真而热烈，一切美好的如同童话，人们形容她光彩照人。萨克森王后称赞她美貌绝伦，她凭借美貌与魅力征服了整个欧洲，世人称之为世界上最美丽的皇后。人们也永远忘不了这位美艳动人又不乏善良的茜茜公主和这段浪漫的纯真之恋。实际上，真实的茜茜公主是非常的孤独寂寞，丈夫的情妇就有十几个。陆小曼出自于富裕的家庭，接受较好的教育，她精通英法两语，书画一流，还是外交翻译官，是一位典型的名媛闺秀。但在世人的眼里，她却是离经叛道的名媛。她一生有过三个男子，分别是陆军中将王庚、浪漫诗人徐志摩、翁瑞武，他们个个相貌堂堂，都十分宠爱着陆小曼。翁瑞武曾回忆说，陆小曼一直都是不爱正餐爱零食，从年轻时起就常常以零食果腹，而这三位男子都会一一为其实现，可见其魅力。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是英国现任女王，她是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她年轻时的颜值非常的高，举手投足间尽显高贵典雅，从幼时到如今始终保持着美丽、高贵、优雅、沉稳、坚毅、自律的风格和形象，是英王室的最美典范。想要追求女王的人更是多不胜数，她却爱上了菲利普亲王，而菲利普亲王为了所爱之人离开他的家乡希腊，成为英格兰国王的王夫。邓丽君，中国台湾歌唱家，日本昭和时代代表性日语女歌手之一，她年轻时的颜值非常的高，眼眸清澈，笑容甜美，始终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就像邻家大姐姐一般。可以说邓丽君不仅是一位歌手，更是一个文化符号，她用歌声征服了一代人的传奇人物，是亿万中国人心目中的女神，令人难忘。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源互联网，版权归属作者。